每到阿伯勒盛开，就是要毕业的离别季节。海师大6月15日举办101全年度毕业典礼。今年硕博士毕业生及大学部毕业生约有3800人。师长期许毕业生秉持校训，勇于接受未来的挑战。海师大微电影《阿喜的采访手记》中，也找来了毕业校友，一同勉励大家：想象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大。而102级的毕业生也制作了毕业歌曲，结合微电影，带领每一位毕业生共同回味校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校长张国恩也勉励各位毕业生要勇于面对未来，迎接不同的挑战。我们希望你能够勇于承担困难，以及面对对周遭的人事物，付出我们师大人的特有的精神。我们是师大102级毕业生，属于我们的故事即将开始，祝福全体毕业生。校园记者黄信维采访报道。